说这预算不成啊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不行啊？有什么不行的？归了包罪就是，心还不够狠，手还不够辣，血还不够多，头还不够大。再大，这10000块钱打不住了。10000，小报上登我中大奖20000，香港半月游，出这么点血能过得了关吗？我们单位传的是我中大奖30000，香港一月游，请客吃饭能少得了啊？圆圆他们学校传的是我中大奖50000，香港半年游，让捐200套图书还算多吗？还有什么，纸鞋热线，爱心抽奖，扶贫认购，就差街道没要钱了。和平在家吗？哎，我不在。哎呦，大妈，我头疼，得赶紧上医院去。哎、我不。哎呦，和平。哎呦，你不用紧张，大妈不是来找你收钱的。哎，这头也怪了，还一下不疼了。大妈，您坐，您赶紧坐着。您坐。哎，我呀是特地登门呐、啊，来表彰你公公的。哦哦，怎么着？这老同志啊，就是不一样，关键时刻不一样，就是不一样。哎、您坐着说、我爸他又干什么了呢？呀，咱们这不是准备这个方便群众的生活呀，这个解决目前自行车被盗成风的问题。居委会呀，准备盖一个车棚。采取呢，大伙儿自愿捐献。你爸一看呢，二话没说，就往那认捐表上啊添了500。啊，他哪来这么多钱啊？这群众眼睛是雪亮的呀，你看看，谁不知道你得了大奖10万块啊，要移民到香港？我们充分估计到啊，你们这年轻人呐，越有越抠的心态，肯定不会轻易开扬，就决定了。先从薄弱环节下手，结果呀，这一下就从老一辈那儿打破缺口了。于大妈，哎，这钱我一准给您。哎，我挨不起这骂。您这样得了，等我钱到手了，我马上给您送去。行。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。是。嘿，有你这句话呀，我这心里就踏实了。哎呦，您踏踏实实的。我这就到了郑家里去。老郑那个郑艳红啊，开着咖啡厅大把子赚钱，这回不出血可不行。啊，你们忙点。哎，你走了。哎，和平啊，这得算预算外拨款吧？这个奖金的事情我们研究过了。同事们一致认为啊，和平同志深明大义，为国分忧啊，毅然放弃了香港7日游，应该给予重奖。哟，小土这么说、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哎呀，亲爱人贾志国同志也是如此啊。哎呦，哎呀，不过这个奖金呢就免了啊。这也是他应该啊。是的，免了啊。你们中的是双人游啊。这你容我代表本社向你解释一下。当初之所以搞双日游呢，我们就考虑到中奖者到那边去人地两生，举目无亲，环境险恶，敌情复杂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，得有个人回来报信啊，对不对？现在你们既然决定不去了呢，那您爱人的资格也就自然取消了。为什么呀？这是规定啊，我们不能因为您我们搞特殊化呀。再说您一个人得的奖金也不少了。多少啊？这个根据香港7日游的平均费用嘛，啊，最高标准是8000元，最低标准是5000元。我这是哪个呀？你说像咱们搞这么大一个活动，咱们的标准那真，那肯定是最低标准了。那为什么呀？这是规定啊。工作上要高标准的，生活上要低标准啊。行啊。5000也不少了。您这话就算说着了。那多数没中奖的人呢，他气愤地说不少了。是啊，所以领导根据群众的反应，把奖金改成了4000元。那为什么呀？这是规定啊。实话告诉你们，按照规定，凡是自愿放弃者，奖励就自行作废了。
哎，不发奖金也是合法的呀。别的好歹也4000块钱呢。对嘛，而且还是港币。有港币呀、啊。对对对。港币跟人民币比值一点一都偏高了。哎，您说的可是黑市啊，我们可是遵纪守法，按照国家的外汇牌价。哦，您怎么个换法？对，这得算。哦，我看一下啊。哎，您给我算一下。不要着急，我看一下。您这个啊。啊，你看啊，这个今日东京外汇牌价，兑换成日元，兑换成美金，美金再兑换成英镑、荷兰盾、马克、法郎、越南盾，一个货币单位，您这是4000块是吧？这个大概其差不离，咱们去掉整，再不要零，干脆给您3000块人民币。您这么一摁就变3000了。哎，您这样得了，您把那港币给我，我找人换去。港币不能给你。那得有外汇指标，而且要持护照才能领啊，这也是规定啊。哎呀，是不是？我要有护照，我还挨您这儿磨牙吗？瞅您说，哎，行啊，3000反正也白来的，掏钱吧您的。哎呀，你们要搞错呀你啊，我们这儿的付款方式是支票。您这不是诚心不让我使吗？哎呀，我得跟你说一声，是这样的，深受您喜爱的费里斯手指的财会制度是非常严格的。哦，哎，奖金是不能用现金下账的。不过呢，可以通过我们本社的账号把您这张支票兑换成现金。哎，您受累。不过得通知您，要扣15%的手续费。得，少了450。还剩下2550，您还不能全部拿走哦，您还得留下买路钱。不是，根据我国的这个税法，我们得替您交上20%的个人收入调节税，然后给您的是税后款。得，还剩2040。怎么还剩那么多呀？啊，不是，我是说，我还有好几项规定没跟您说的。您说。你看啊，就是这个，注意听。按照规定，该奖金的10%扣作中华金刚砂基金会专项基金，用以资助下一届中奖者。另外扣除8%作为义务认捐，用于鼓励此次抽奖活动的工作人员。太辛苦了，是啊。最后还要扣除5%的风格赞助，用以引诱从来不买我们手指的顾客。此外像基建资、绿化费、修路费、这个卫生钱等等等等。这些对您就救命了，还不得感谢领导、啊、哦，我还占便宜了。那是，要不您还得找我们钱呢。哦，哎，来啊，您呢，在我这个文件上，您再签个字，然后我把剩下的钱给您。哦，您还给我剩了点儿、啊。对。哎，好了吗？这是存折。哎，跟存折差不多。哦，这是证明。您剩那点钱还不够换这张证明的呢，要不得感谢领导呢。念念吧。为表彰和平同志对本次有奖购物活动的大力支持，从即日起，和平同志将终生免费使用金刚砂牌手指。向您表示祝贺。